哎、欸，打几分？十三啊。你是说时间还是分数？分数。没记到。时间没关系。弟弟，弟弟，好久不见啊！弟弟。现在几岁？五岁了。五岁了呀。好，你跟叔叔坐在这边好不好？一起看他们打球，好不好？弟弟，你现在是幼稚园吗？大班吗？还是中班？大班。嗯？鞋子怎样？掉了呀。你有？为什么？哎、欸，你坐起来，坐到这里。
你要蹲那边啊？那、啊、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学篮球？有吗？开始，开始，开始。开始，开始。马俊宇。阿普穿新鞋啊。好亮啊，好闪亮。闪亮鞋，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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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开始。老板慢慢投，配合的好，配合的好。好球。哇，好球！立伟，哎呀，立伟都不用热身哎。哇，阿本这啊！哎，球来，球来，球来了，球来了！阿本在！
好球。好球，好球，追上来，追上来了！哈哈哈！啊，阿姆不要聊天，笑了啦。有了，哎呀！可惜三分，快点，哎呀，刚才都进一半啊，都进一半，都进一半啊，都差一点，差一点，打粉球都会好的，哦，他们已经进三球了。好球！小心啊，小心啊！哦哦，小心啊！好球！啊，太大力！哈哈。哎呦！哦，小心啊，小心滑，小心哦。哇！哎呀！莫把我球啊！三分，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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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哈哈哈！差一点，差一点。绝杀！对，他们十分的。三分。哦，差一点，差一点。哇！哇！加油，好球，好球。立伟超强的，nice 哦，两分，哇，双拉，双拉，双拉，两边都有机会哦。还没都没进吧？还没，还没。Thank you.
你要换鞋啊？比较没有那一双重心那么高，好险！看人家怎么来，太高了。这里啊，好紧啊！最近会变胖，我靠，放松，失态，没有运动了，我不打车。
开。都想要每次都要最后一球都想要干了，上次我们头上瘾了，我们大概绝杀棋子，上礼拜上礼拜进了三个还是四个，对啊，所以他今天上瘾了，今天都不会进，今天都差一点而已啊，我都打到光了，大的我们都不会怕，两个打你第一次也体太好的关系，今天他们都会快，我们只要手快攻就好，他们快攻，对，反正有两只，帮我们看一下。两分，三分，三分，两分，三分是，三分。
好球。哎呀，被老板吓到。好球，三分了。走喽，球，哟，好球！哎呦，这么帅啊！陈子龙跟你上次那一个样子，虚张声势的防守，对对对对，眼神防守，眼神防守，眼神防守，好球！哎呀，阿庆最近很久没打了。机会，机会哦！哎呀，哎呀，姐！然后已经没力了。看起来好像跟我一样，就是太早收球。还有，还有。阿庆没力了，阿浩，你怎么没有顺便把他捡进来？他们不会上，剩下五十秒，五十秒，五十秒。哎呦！老板最近有没有练球啊？
三十秒，不要犯规哦，不要犯规哦，不要犯规哦。哎呀，再球，哎，不要犯规哦。哎，吓到！哎呀，一柱擎天啊，小陈，乱丢啊，这个！红哥，你不能有篮板就乱丢啊！有篮板就乱丢。剩象跟定啊，象跟定啊，嗯，剩象跟定。定跟象还没来。小心！龙哥好残忍，残忍！他今天没有人打麻将，今天没有人打麻将。不是因为阿信加了吗？所以阿信报之前，他就说他不来了，是不是？啊？可是他没有报啊。他没有报啊。对啊。他要压什么？他要压时间，是不是？压你的头啊！可惜，够，龙哥冲了！哎，好球！哎，再来，投！哎，还有，哎，哎呦！啊，再选！啊，白的差一点。
没有。放枪。永泰三分，龙哥三分，龙哥三分，有，哦，好球啊！哎呀，继续投。
好球。他会抢篮板的，篮板痴汉。他超会抢篮板的。哇！哎呦！好球！好球！好球！很好，很好。当进当进，好球！好球！像你这个篮下，我要怎么讲？就在你后面啊，就是这个多，对啊，多多多就可以了。哇！接外，应该成，应该接外了吧？这样运吗？他，我不知道他这样是先走出去再运还是怎样。我不知道。有进吗？有进吗？有进吗？啊！哎呀！哎呀！好球！差一点，三分，三分啊！三分要守、哦。三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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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啊
哎呦，老板。永泰一直想要丢炸弹呢，哎呦，好球！我听到了，三分。我投啦，对啊，我投了。我刚才我刚才三分不是尽量投了吗？不是没有进来。还好，没有，就他们有空档给他们投就好了。我给把握度比较高的。有 MVP 当然是给 MVP 投啊，除非那个 MVP 是那个是那个忍者龟啊。有五吗？忍者龟在很烂，基本上那个 AD 跟那个 Howard 打架，对，没有 A 应该是 AD 生气了，因为看起来是 AD 去推打起来，没有啊，就推而已，对，真的打起来大概就禁赛了，对啊。可是他们之前就一队过啦，他们之前拿冠军的时候就同队了。对啊，应该是浩沃嘴贱吧，我觉得。赢一场而已吧，我们赢两场是不是？那就输一场。对啊，就是我三分投不进的那场输啊。啊，那输分数对啊。还有打莫凡那一场吧？打莫凡那一场没有输吗？你走了？那场没有时间到啊，我记得那场有赢。可是我不知道谁赢。好。我是给他，两分是不是？老王散步啊、哦！两回投了，老王投了，老大投了，两回投了，投。杀进去了，哎，被摸掉了，亮龟头，哦，对，亮龟就知道这样，哎呀，差点盖到。哎、欸，波影，好朋友，球不要一直进来啊！
哎哎，过山道了 ，Go！ 永泰上了，永泰丢炸弹。哎，好废，好废。啊，我们没起啊，三跟四都少一个，哦，三跟四各少一个，对，没有，立伟是二，我还在看他说什么把立伟抢走，像说他会晚点到。不知道。永泰一直在丢炸弹，你看你就丢给篮筐就好了啊！真的是有在拍你就不敢丢了，偶包严重。先投再说，进不进再说了。对，龙哥，小陈，能进是最好。哎，没进就算了。哎，哎，老大你不敢跑出来，老大你不敢跑出来。因为他对别人也这么硬啊！哎呦！老太投了啦，没人守你，你看，老大都不屑守你了。啊，挡不住。老大绑鞋带哦。那你们新人呢？对啊，他不是来很久了，两个月了吧？啊！永泰的错，丢炸弹太烫了。哎，拿错了，我以为这个是铅板。啊，抽一支，有，还有两个。四号，四号还没，等一下才上。四号，所以像是三，像是三，哎呀。四号就是场下，场下不是我们的就是四号。进给我们。直接把它交过来。永泰厉害，两分。那个黑队，你们要进球了没？你们七分很久了哎。哎呦，两分，有奖有差。投了？没有。今天时间到了。今天都打满。
说你也想要看计分数啊？阿龙叔叔，你有没有说？好，来，来坐着。你要一起坐着吗？听叔叔怎么讲啊？不可以自己乱看的。他看不懂。一二三，那你坐好看哦，那坐好看，叔叔也是坐好看，不要蹲着。坐在地上没关系，对。你看哥哥也认真的在记，在摄影哦，对不对？摄影机拿我记分。对对对。哪里？左边四分哦，四分是按按两下，一下两下。对。啊，左边四分。右边右边。右边四分。拍着拍着，小鬼捣乱一下。所以感觉特别闷呢。所以他对数字还没有观念。对，三快四岁了，还没上，还没文明呢，还没上课。那我问你，你喜欢四岁？你喜欢四个数字不想不了？有进吗？有。两分的。不对。还没进呢、啊。对，有的，两天就四点。拍的，好像你看阿龙叔叔都没有关系，我来帮忙看。小心！小心不要受伤啊！小林说，跑步的时候要看哪里？要看地上。对，要看地上哦。郑祥生，你刚入境了。好，很棒。哎，郑祥生，你刚入境。两分。哇，你们都要计分在那边看，是不是？很棒啊。你去看一下。有啦。快点。好，不要一直看那个亮亮的，来后面。后面可以先拿到。对，要在后面。这整个整个。好黄哦。对啊，不要一直看前面，已经会痛。郑祥生，你要入镜了。你看。哎，进来。好，进来。好，不要在里面。来，进来，小朋友都在后面。你不要一直入镜啊！好，那你要进妈咪那边还是在这边？两分。好，进后来一点，后来一点。对啊，厉害！哎，你看。Thank you.
感觉好像没道理。对啊，可是这样子还是会狂冒。不要再走过来，你从后面啦。叔叔跟你讲，按才能按哦，不可以等一下，等一下。对，很棒。十五。对啊，你看他们还小，对不对？对。
中枪。空位，空位。哦勾哦哟新招新招两分手机是不是响了？还是你的？是不是我的？啊？对啊，你们知道？啊，好累哦！你要来载我吗？下雨哦。可以什么？看，他不是车子爆掉了吗？他说他已经坏掉了、啊，那你要来载我们、啊？好，好，来吧。好，永泰，明龙叫你去赢他钱呢、啊。哦，也只剩我了。他说雨农或他会来载。啊，我们去陪他打牌，他一定要下雨。我们去陪他打牌，他要载我们不过分吧？对不对？铺红地毯，红地毯就不用了。哎，我们陪公子打牌，载我们一下不过分吧？对不对？下雨，都没有跟他说工钱呢。一小时先给我们500，我们再去陪他打。人很好。哎呦，都把是我送你阿花，是永泰才有拿他钱的话。
好球！放枪！哎呀！里面有人不给。八号花招太多了啦，花招耍完已经没有时间了。那个像。你是黑的这一队，等一下还是你们？对啊，等一下还是你们，你就跟阿福换这样。三分吗？老王这么气啊、喔？这么气啊、喔？走了，三打二，啊！好球！那回捞错边了，右边都是他们的人。前场都是他们的人，就要往后场捞。血糖低吗？不知道搓手指头。子勾眼。哦，肿起来了。戴指套。戴指套。因为闷住的关系吗？那就把加速都丢给他。哦，你上班会用到那个。哦，对啊、哦，用左手，有机会哦，你用左手。好球！啊，放枪！没有。我觉得要，我以为要放枪了嘞。啊！老王关键放枪。给老王，老王射！啊！有机会啊！关键放枪，三分。直接射他脸上，三分，直接射，老大会犯规，哎呀，差一点，再，够了，老大够了，四打二，完蛋了，哎呀，好球。再找一个黑的，啊，默默的过十五秒，不要放小孩子，不要两个都放给小孩子，要有一个人在顾。小孩子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那是一定的。这
那个一来就打中锋，这么可怜。不是中锋距离了。我说那个没有啊，莫凡有到三分啊，莫凡有到三分。我今天稍微差一点，突然二号球了。不会啊，他比跑团快的、啊。太倒霉了，只是扛中锋比较累。而且我们中锋是什么？河马哦，那粗的跟什么一样的家伙。河马射！啊！再接再厉！啊，再接再厉！啊！送球！哎，我没有录到，没关系，没有录到。射！直接射他脸上啊！直接射在永泰脸上，开心。哇，龙哥冲进去应该没有人挡得住。这个阵容，龙哥冲进去应该没有人挡得住。好球，快，好快。啊，奶油。他还随时都在准备丢炸弹。哎呀！他们里面基本上没有人可以挡得住龙哥。太瘦了。小朋友，球不要一直进来。河马冲了。河马，不要欺负。不要欺负别人啊！哎呀！我应该都是这样子啊！刚刚我应该都是这样子，进去一半。啊，差不多。啊，河马在放枪，还放！但河马是没有人手就一直放。让你没事吧。而反正没有人守就会一直放枪，是不是？不守了啦，不守了，不用守了。啊，送球！他要重启。那是活球的是吗？没有，我要洗球。故意扔中间一点。下二三队啊，对啊，有。第二轮。对，第二轮最后一场。第一次喽。下一次。对啊，等二三。哎呀，可惜差一点，差点就吃掉了。哎，被拦到。永泰好凶，永泰，快过，好球啊！河马冲进去了，哈哈哈哈哈！河马软的，河马的错，河马给的不好，河马乱传。三打一，放枪！河马放了三枪了。真的是对面越没有抵抗力越会放枪。对，越没有抵抗能力越会放枪哎。你看他们那个身高那个体重，对面也可以跟河马打的，全部放枪。好球，收到。好的，真的好。啊！是不是有找到？
龙哥软了，买到脚吗？脚不知道是谁，对的。啊！看起来没有，还可以这样垫，应该是没有吧？我说脚了，我说可以这样垫脚，应该是没有。龙哥，你怎么了？你受伤了吗？没有。三个河马打完架就好了。没有河马会放枪啊？那么对面又没有抵抗力，他就会放枪。没有人可以挡，河马跟小陈一人一边，看你要传给谁都可以啊。你看，没有人挡得住啊。你看你中锋要挡谁？他们这个做这个之后，他超过175而已吧？没有了吧？过半几公分？比我矮一点。那是跟我一样，172左右。那应该173。175，对嘛？我就说你中锋嘛，173、172、173吧，没有吧？他应该跟我差不多高吧？我也是有时候量172，有时候173啊。对，所以只有一个超过175，放枪啊？没有。河马，对方没有一个盾位可以跟你比的，你放那么多枪，你不丢不丢脸？心虚啊，河马心虚啊。好球啊！球。两分钟。谁倒了？啊，怎么了？啊，怎么了？这样。哎，好球！哎，没有人挡得住啊。平均身高在170。你说他们吗？差不多哎，差不多170而已。像好像没有170而已，像也是差不多170。他最矮的两个在这里，这里。那个阿庆跟那个阿豪过来。好吧。好球好球。对，而且我觉得你打前面打得比我好，因为我脚比较没力啊，你打前面打得比我好。前面几遍落后，对啊。而且我们刚才放太多枪了吧？哦，好多，起码快十枪。没有，就是都是在软掉那种。对，因为没有人防守还软掉的。我们都是打到前面那个框，好好笑。那个对手都放弃了，我们自己放枪。
哎、欸。硬要，硬要。白网球，白网球，白网球。老王，赶快骂他，赶快骂他，他每次骂你奶油手，奶油虎。对啊，真的是很会抢。哦，好烫，好烫哦。欸、我刚才那球真的看错了，我知道有你，可是我发现后面还有一个白的，我想说我给后面那一个，结果是 Tin， 是 Tin， 没有后面是 Tin 啊，后面是 Tin 啊，对，他在练头啊，我看错人了，我想说后面那个比较近，然后红哥这样子，我这也是有跟我对到，他都说我后面传，对，本来已经跟你对到了，我又再出力丢给 Tin。看到哦，看到白影的开始。发球，
何曼行不行？还有，后面的来动，因为我看楼下不是有一个 seven 吗？因为我看你们后面在整修，有一个 seven 对不对？啊 ，seven 楼上的那个。啊。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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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那个蛮对，而且是。哎呀！立伟好帅。虽小，他可以申，他可以申请理赔啦，可是要看对方可以赔到多少。应该是有那个房屋险吧，他就是看他有没有保，因为通常政府的规定是这样，一定要保。在第一没有，你第一开始，一定要保这个规定，可是后面通常都没有保。九分，另外还有九分，还有九分，好像是我不晓得，不过应该百万，百万一定有，合约，搞不好三百。快出去，快出去，喊着就好了，快出去。你翻转。没有，我在装哪一球啊？哪一球？哪一球？哪一球？哦，你说哪一球？哎，阿浩，你说这种话，好意思？你是不是想被打屁股才讲这种话的？你是不是想被打屁股？
好球。来，旋转跳跃，八米六啊！我们四队，四队你还可以打到快挂。哦，对了，地板滑，脚比较湿路。没有，我有差、啊。我这么胖，我需要的力比较多，我要刹车的力比较多。我的惯性比较大。哎呦！老王这里，你要捕猎物吗？老王没有那么快。哎呦，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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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go go go， 永泰已经经过三队的洗礼了，他可以的，他打三队都没有下来的，哦，开球。
超垃圾。太低了，啊，好高、哦，好的，慢点，慢点，咋的？三分了，哎呦！太射了，有太就直接射了，你在干嘛？射了，好补回来，有，三分三分。
呀，差点啦！你们的，你们的，你们的，哎，你们的，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哎呀，差一点啦、哎、这个看是直的，差一颗球的距离。偷跑！射击，射击，射击！龙哥年纪有了哈，龙哥是几年次？不知道、欸，他是差我两岁而已。球来了。室外可以不用戴口罩了，室内还不行。不用啊。自由。没有。好球。几点？中了！哇，盖到屁股火锅哎！它会飞过来啊！好球！你刚被撞那一下有没有事啊？有被撞到，有被大侠撞到。被羞辱啊！差一点哎、欸。
哎、欸，四人走，四人走，哎、欸，再少一个。有，诸位几分的？三分，三分，三分了，三分。哦，不管几分都是都要两球啊。篮板上了，三分，想什么？篮板自己上。哦，守住啊！呜呼！阿远要输了。好，双拉哦。松了松了 OK 哎呀哎呀哦自由重要的篮板三分三分三分哇射手准备好了有有吗啊转了那个，帮我买两杯好了。我要那个雨上雨林对。好 ，OK。没有吧？永泰，你是要走了还是要装水？那这边帮我装一下好不好？啊、好了，没关系，不用了，不用了。你水还这么多，叫你说。谢谢谢谢，没办法，要投进三分。嗨，你知道他装什么吗？我不要黄铜的东西哦。维大力。那他要很健康才行。他要很健康才不会发现。他不健康。不健康会发现了。然后打球还打了呢。小心了，小心谁把老道的 AT 立场扯掉了？那个是汽水吗？汽水？跟我一样，补充一点气是不是？给身体一点气刺激是不是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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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他六点四十来接我，他要四十五才到你那里。对啊，帮你有点赶。我会倒台啊。对吧？七点。我在看他另，我在看他另外一看有没有打，我要让他打。太帅了，帅过头了。
进哦。一四是。我先看一下。几分？几分？两分。两分。你啊，没，我一直都没有，我今天一直都不会进，我今天一直都不会进。好球，进关键的就好，有射到一颗就好。昨天凯斯上礼拜有射到一球就好，那球是真的算了。有人陪阿本了，有人陪阿本了，真好，人真好。人太好了，为了 怕阿本丢脸。笑最大声的是阿本。阿本好开心啊，好开心，有多远？太高了吧！哇！还有球！要被灌蛋了！对，莫凡加油好吗？你们要被灌蛋嘞！破蛋破蛋！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哈哈！有机会有机会！哎，可惜了，可惜可惜！哎，我没有拍到，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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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红哥，红哥不让啊！红哥在让，红哥在让啊！龙哥要推了，跟我一样。掉了，一回神都失常，好吧？哈哈哈哈哈！叫黄丹丹的。我讲说红哥不让了，就红哥在让。红哥四十分了呢，赶快结束这一场，还可以打两场。啊！河马不给啊！河马不给破蛋啊！破蛋了！我感觉像乱丢，不是他，不是他平常的肉就姿势。那我今天手感就不是很好，那边的高兴。应该是最近刚练的真高。为了快一点投出去啊。感觉是为了快一点出球啊。哎，像还有。强音特写。强音小陈，给你一个特写。哎，有人在偷懒。
直接拔了，没人守得住。啊，守住了。非守得住难进。不要多台前好吗？空抛空抛。啊，没过。河马好残忍啊！河马好残忍。龙哥暖的，龙哥暖的。两脚都抽筋了，扯爆。阿本，哇！镜头忘记转。跟谁？哎呀，没有插到板。给你个特写，哇！跪倒！四个打一个，好狠啊！哦，小心小心，告诉你！
脚步踉跄。跑赢了，跑赢。老大斜进来了，哇！呛到，二打一了，哎，我搞什么搞的你？收的不够干脆，啊？但结果还是抽筋的，妈的，好烦哦！我最近怎么一直在抽筋，很奇怪。以上是延后半小时。太休息了吗？真的吗？下礼拜可以。很气。准备又要加班。看我好忙。正经，
偷到！哇！老大，你不能偷懒啊！好惨烈啊！伤兵累累啊，大家都累了。哎，二还三。战呢？哎呦！我送拉哦。两边都是各一球就拜拜。哦。